勋，两万。嗯。玉石象棋是三万。嗯。那这梅鹤图12万，老尤啊，嗯，拢共17万块钱呢。何馆长，才17万呢，咱们90万呢，我这才花了不到20%。你没问你那个，他这画凭什么12万啊？值吗？老苏和老孙说了，绝对值30万。那边可等回信了，当断不断，必遭其乱。行，找夏雨，看寺庙。人家说了要现金啊，现金，拿来。秀全结婚用用房这事儿，真应该谢谢你。你帮我大忙了，谢什么呀，大哥？要不然我真抓瞎。这不是夏平的房吗？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请问这有个叫夏雨的吗？有啊。那您手里告诉他住哪屋？嗨，是这院啊，就一户，我们家住着呢，他住在这儿。啊，那您是叫他一下，我去找他一趟。您是啊，我是一朋友，您别误会，就找他过来问点事儿。哦，好吧。谁找我？哦，来了，夏雨，你认识他吗？认识吧。哦，你说点事儿好吗？来来来，你跟他出去说点事儿。没问题，来来来，夏雨、哎，兄弟，有什么话你们就在院里说。你看，大哥，这个呢跟您没什么关系，我们是私人说点事儿，就门口一会儿，您把心放肚里头，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好不好？兄弟，我跟你说了，有什么话就在这院里说，我们绝不听，你看行不行？大哥，您看这就是您不是了吧？兄弟，您，我跟你说了，我大哥跟你说了，你听着没有？这大哥，我也不认识您，跟您没什么关系，我找夏雨，好吗？我们这找着，别来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你说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你这，哇，喝，我这哥哥呀，喝，大哥，我把门关上去，干什么呀？这人都打到家里来了，还。听吧你，大哥，我说他们什么呀？你他妈说什么？你有毛病吧你？谁有什么有毛病？夏雨，还不会看你，别给我病死！你有什么毛病？夏雨，你还不去看你病去？我管他妈什么病？您病不病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别拉我！你怎么呢？你不能过来，我吓到我！你听我的话，怎么打你吓到我？别拉我，别拉我！小伙子，今儿是怎么回事？那天我跟你说了没有？有事儿说事儿，大老爷们儿拿得起就放得下。今儿你找上门来了，打架我不怕你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大哥，对不住，大哥，今儿的事儿真对不住，我真不知道。你别管他们找事儿，王三，听我说，朋友们。我的朋友们没恶意，真的，请你下酒。他们就是想帮我，真的想帮我。哎，对不住，贺大哥他们家都是好人。今天是我的不成，什么都得走了，谁让他打你他妈出来的，我给你，我走了，快点，下放下，现在你快跑了啊！还用得着我动手吗？没怎么，没怎么，你跟我说说，你跟我说说呀！说什么呀？说呀！夏雨都在那看见，
哎，建岳，哥怎么了？就给人吓跑了？你跟我说说。我给你添碗汤吧。这样，矮哥，嗯，你说，人要真跟你横着蹦，你现在还敢动手打吗？那我怎么不敢？哎哥，你说就今儿下午这事儿啊，万一老宋今儿下午上咱家串门来了，会怎么样？那这小子惨啊，非得留下点终身纪念。哎，贤贤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以后有什么事你找哥。我从小到大在胡同里就没被人欺负过，就是因为我哥，是吧，哥？小雨啊。以后谁要欺负你，跟我严一点。嗯，大哥，我给你添碗吧。嗯，哎哥，他们今儿下午进来，第一句说的什么呀？嗨，啊，现在这年轻人，哪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？说话冲着，他们肯定不知道你是谁。他要知道你是他们，是不是？后来怎么走的？不就知道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呀？我挺好的，别多想了。哎，夏雨啊，我问你点事儿。昨天晚上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不是大哥说的话不好听了？我真没打那小伙子。我知道。这事儿不明不知道，我知道和他没关系。哎，那就行。夏雨啊，大哥不是欺负人的人，当然，我也不能受人欺负。现在，你住进这院了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我不答应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啊，哎哦，我跟你说啊，就那个这次拍卖会你一定得来，啊，里边有三样东西啊是文化馆的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行，咱们拍卖会见，哎，拍卖会见。哎呦，怎么样，顾德先生怎么样？
估出的价还都行，成了。就是那幅梅鹤图给退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人家说那是假的。啊？这会儿找我来了，当初怎么说的？别干了，别干了，别干了，谁的钱呀？你们就敢造，对不对？主要是我的责任。你管谁的责任？现在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这钱怎么办啊？着急没用，一个比一个出头那梗。现在着急没用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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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朋友，你也出去，我也。啊，不能出去！不是，大哥，拉着他，先别说话，别说哪样。我是办公室主任，我得找关长汇报工作。顾明，别，顾明，顾明。别唱了！哎，顾明，把这事说清楚，怎么说清楚这事？啊，你看，我跟你说去！哎，顾明，顾明，你听我说，你把门开开。哎，顾明，哎，顾明，你开开门，听我跟你解释，好不好？顾明，你看。顾明，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不知道，你们家怎么这儿还一门呢？顾明，怎么回事？老刘怎么就让人给骗了？顾明，不知道啊，他们太高明了，这一不留神让人家就给骗了又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现在，顾明别着急，这个画还在咱们手里呢。这画在，管什么是假的呀？管什么用啊？你听我说，我现在想一招，不行的话，咱就把这画再转下去。怎么传下去？就跟那个击鼓传花似的，咱得给转下去。人家坑咱，咱再坑别人。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了，是吧？反正最后转谁手里谁倒霉，总之不能拿咱们砸到手里边，你说呢？老刘啊，你不是请了一帮专家吗？怎么就会看错了呢？是说的是，他做的太像了呀，他不是坑了他们一家，已经坑了五六家了都。你给我讲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块儿，好好好，拿。你看啊，你先看这字儿啊，你看这个字儿，它是真的。你再看这画，哎，这个画它也是真的。那不就是真的吗？这，不是这仨字儿，这一个字儿啊是真的。你再看这画，哎，这画这一块是真的，它这俩是拼的，这字和画谁也不挨谁，它拼的一块就不是真的了，它就是假的了。哎呀，是他怎么能做成这样呢？是啊，太缺德了，简直是做的就天衣无缝啊。我老尤啊，哎，想有份容易啊？是，当然容易。第三二班，这意思，不是吗？哟，这问题就这么解决了？也说着没用了。
你表弟呢？我正找他呢，不声不响的溜了，连答应好的10000块中介费都没给我呢。你还管他要中介费？啊，你再说一遍。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啊？白捡？你白捡也得给我看看啊！这是什么？他卖给我的假画。什么？这画是假的？你把骗子介绍给我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你啊！他是不是骗子？关我什么事儿？这么大的一幅假画，你分不出真假呀？你的两眼珠子长哪儿去了？你睡不稳觉，怨床歪。你瞧你的德行，没出息的东西。我没出息，我没出息。你走，这辈子别回来。何馆长，我来向您致敬。喝多了吧你？没，那你进屋来，进屋来，快！进不去。老尤，你在院里坐，院里坐啊！我马上出来啊！啊。正赶上饭口，你让老尤进来一块吃吧。我瞅那意思，又喝醉了。你先吃饭，我跟他聊会儿。啊，快点！老尤，哎，老尤，老尤，哎，慢点，哎，没事。你看看你老尤，喝成什么样了？你都，要不你上屋躺会儿去。没喝多，不然我怎么走到你们家来的呀？啊，不明。何馆长，我真没脸上你们家来。我今天要不是喝点这小二，我真没这勇气上这儿来。你别去，老尤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打心里边特别的恨我？没有，我绝对不恨你，老尤。我恨你干嘛呀？虚伪。哎，别说你啊，我都恨我自己啊！你说说，集资款集资款是我给弄没的，假画假画是我张罗的。哎，五个人，十只大眼珠子瞪着，我愣没看出来那是一部样品啊！是什么品？要赝品，赝品啊！人呢，喝点酒就没出息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这事儿啊，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别推往心里去了啊。我，行了行了，别喝了，你喝成什么样？不管别人怎么想，你说我们栽在哪儿不行啊？我栽赝品上面啊，我呀，我今天把我心里边最真的那一小块地方，我让你看看。要跟不明说点实话。我嘴里还能说实话？我在文化馆混了大半辈子，就混了一科级。哎，可是我不恨咱们文化馆，相反呢，我还特别的爱他们文化馆，啊，文化馆就是我的半个家呀。可是现如今，我他妈成了败家子儿啊！我老尤，不许这么说自个儿，就别喝了，没人那么看你，老尤啊，没人怎么看你。何馆长，我就服你，哎，你
既有智慧，你还有胆略。行行行了吧，老友，你甭念，我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。嗯，喝点酒，你骂我你。我哎，何馆长，你刚告诉我，他怎么就老犯在骗子手里边？为什么呀？这是，啊？老友，嗯，你让我说实话吗？实话。你知道你为什么老犯在骗子手里吗？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你这脑袋瓜啊，太聪明了，对不对？批评对，我的问题就是太聪明了。哎，何馆长，小时候我没这么聪明，哎，怎么他妈大了，我现在变这么聪明了我呀？老友，行，老友，聪明就别喝了。不是何馆长，对不起你，我也对不起老馆长。行了，我更对不起我爹。哎呦，老友，你这是干什么你？哎，不明啊，行了，哎呦，还喝呢？你就别喝了。哎，不明啊，你去吃点饭，我陪陪尤主任。哎啊，哎，老友，你跟我哥聊聊，我哥特别聊天啊。行。哎呦，哎呦，别喝了，尤主任。行了，饿死我了。赶紧吃。这老油啊，真能聊。不明，您看清楚我是谁？不明他哥。哎，没喝多。对，没有。来，喝点水吧。真喝醉了，反正是没少喝，但是说的好像还真是心里话。大哥，嗯，我跟您聊聊我爹行吗？哎，说。我一看见您啊，嗯，我就想起我爹了。哎呦，你别这么说，我跟你爹差着辈儿呢。我爹跟您一样，普普通通，劳动人民。别看他普普通通不是吗？啊，方圆十几里的大能人，嗯，大能人辛苦了一辈子，嗯，就干成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供我上学，不容易啊！哼，没想到，哎，培养出您这么一个读书人来呀！我爹心里边明白，啊，为什么供我上学？他最大的心愿啊，就是希望家里边，出了一个做官的。我大学毕业以后，先分到了文化局。哎，我爹一听这信儿，哎，嗯，就跟那个范进中举似的，都乐疯了啊！逢人就说：“哎，我儿子考取秀了。”哎，我儿子做官了。哎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一晃啊，十几年过去了，突然之间就不行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问我：“你当了那是什么官啊？”但只能下拜。嗯，我说：“爹，我当了一个处级。”我爹说：“哎，处级是个什么东西啊？”我说：“处级就相当于县长那么大。”我爹一听，满意了，合眼了。我他妈心里难受啊，哥！行，哎，啊，我们一家子就供我一个人上大学。可是我们进了文化馆，我一没给人寄过一分钱啊！我哎，过去的事儿，对不起我爹呀！我对，又哭了。尤主任，哥，你一口，我来一口，你别喝。
我爹要是活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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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明啊，你给尤主任拿点茶来呀。哎，来了，该我了。你干嘛去啊？我出去替大哥。行了行了，老尤你聊得过他？我看他能跟我聊什么。就他那嘴，你盯得住吗？我才不怕呢。哎，别别别，哎，别再喝，别再喝。哥，哎，先回去。哦，跟主任聊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尤主任，嗯，您说你干点别的不好，你非得把自己喝醉干嘛？哎呦喂，吃不下去了吗？闹都什么呢？你别看你跟我这么说话，可是你不是我媳妇儿。你是夏雨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哎，怎么样？酒醉，心不醉。那正好，我要教育你几句。教育我干嘛？我又没有犯错。我怕你今后犯错误。我跟你说，何不明，好人。嫁给他以后，千万千万别学我媳妇。跟夏雨说的找这个吗？你这听着，尤主任，你说什么呢？现如今，我肠子都悔青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是再娶媳妇儿，最起码我得娶你这样的。你说你，我宁肯娶一个农村大土妞，我绝不嫁给一小市民。就高尔基说那小市民啊。小市民的意识比农民的意识难改到100倍。谁是小市民啊？我媳妇儿啊。我跟你说，我爹去世以后，我才知道老人命比纸薄啊。我每月背着他给我娘寄点钱，每一回寄完了，我那媳妇儿都跟我闹。你说你跟我闹什么劲呢你呀？啊？女人呐，要有胸怀，啊，不能像我媳妇那样，千万千万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尤主任，我嘿，那是一个。检查你们谁都别写了。我刚从拍卖会上回来，那勋卖了5万块，玉石象棋7万块成交，总算是给文化馆挽回经济损失4万块。我仅代表我个人谢谢你们了。哎，老杨，别说这事儿了，别说这事儿，没事儿。那幅画确实是假的，这不能怪你们。你说这么大一片子，我怎么就愣没看出来它就是一最大的赝品？上边要处分处分我，这责任我担着。老姚啊，这文化馆是你们家的呀，啊，凭什么让你一人顶着呀？有事儿咱们大家顶着，对，是不是？没错没错，文化馆是大家的，出了事儿大家一起扛。是。都别写了。别写了。有这功夫，咱还不如想想办法，怎么把这窟窿堵上。啊。老尤。过来过来，跟大伙一块商量商量啊。
你说我怎么？文姐啊，哟，大哥，哟，美如啊，这哟，今儿没人伺候你了。我这人要什么伺候呀？别不承认呀、啊，每天这时候你家后院不就有一声开饭了？今儿没人叫你啊？嗨，你弟媳妇出去了？什么弟媳妇？八字没一撇呢，是八字没一撇的，你们就亲亲热热住一块儿？你们仨够开放的。美如，你说什么呢？别糟践人啊！我们老何家可是正经人家，别坏我们这名声啊！我怎么叫糟践人？快点！开始！你把耳朵伸出去听听，整个巷子的头条，人人都在议论，就差派出所上你们家查户口了。我是看咱们过去关系不错，这才给你敲一警钟，注意点影响，别辱了老何家的名声。哎，美如，嗨，美如，你走不走啊？小妖精！哎，何馆长，这是文化公司的于总，这是我们何馆长。于总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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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刘主任介绍过来，我的名片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哎，坐坐坐，对，请坐，请坐，来来来，那个，给我给他，我来我来我来，别忙了，来，于总喝水，谢谢谢谢。演出市场的规则，何馆长都知道了。知道知道知道，这是有准给拿来，我这正看呢。那咱们可就严格按照规则办事。是，当然是按规矩办了。可是于总他这个，何馆长还是担心风险。哎，就是这，就是这意思。您知道我文化馆这点钱呢，确实不大容易。大伙儿都指这点钱，是吧？这理解理解，谁的钱来的也不容易。咱们呢，不过把丑话说在前头。这个演出市场啊，是一个短期见效的项目，啊，但是风险很大啊，赔了就是赔了，赚了就是赚了，一个月之内就见结果。那咱想个什么招，能不能把这风险给控制住了？我你说这很难，真很难啊。反正我做了这么些年演出了，有赚有赔。哦，哎，于总啊，我瞧着外头人家那个干演唱会的，那还人山人海的，赚钱着呢。就是啊，哎呀，这不能光指着门票，关键是这个冠名赞助。这么说吧，一场演唱会，演出公司的费用，比如说是150万，嗯，是吧？广告冠名你拉过来以后，冠名费卖他150万，剩下的门票不全是赚的吗？哎，广告冠名咱们已经找着人了，一家房地产商。是是是，有准都说了。咱们就这么说啊，假比说是10000人的场地，嗯，就合着100块钱一张票，那一场下来100万，那是，那对对对对，这么着，于总，要不是您容我功夫，哎呀，你再琢磨琢磨，再考虑，是得考虑考虑，好好想一想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文化馆也不容易，这整个文化系统可都知道了，是是是，领导考虑好了再投。不忙啊！哎，三天之内给我消息就行。哎哎，行行行行，就这么着啊！哎，今儿就不聊了，喝点水再走。不不不不，还有事儿。得嘞，谢谢，谢谢啊！哎，就这样。好，行，我们再琢磨琢磨。好的好的，走，请回吧，请回吧，留步留步。好，慢走，再见再见。哎，老罗，嗯，你觉得这人可靠吗？上当的次数太多，我也不敢说可靠不可靠了。反正大主意你自己拿，我只能帮你分析分析。这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个。于总这人吧，以前倒是文化系统的人，后来下海了啊，在演出市场口碑也不错，倒是没听说他欠别人钱。而且我去赞助商那公司看了，啊，他们合同签了，宣传已经开始了。
哎，那他们那个演出市场票房现在怎么样？我估摸着七成还是有把握的吧。那风险就很小了。哎，别这么说，现在可千万不敢有任何闪失了。你倒帮我想想啊，这里头还有什么漏洞陷阱啊，咱想不到的？是，到目前为止我是想不出别的来了，除了海啸、地震、龙卷风、飞机失事，这都挨不上这个。那说具体的吧，嗯，那这钱怎么个过法？哦，是这样，咱们把钱汇到银行去啊。咱们汇75万，于总他们汇75万，歌星准时到。那他要不会怎么办啊？不会吧？票都卖出去了。你这个前期也投进去了，他不会的话，歌星不来，那他不得坐牢啊？啊！再说了，钱也不是他出，实际上是那演出的赞助商出，那就没风险嘛。你也别这么说，反正我是替你分析，主意你自己拿，钱在咱账上是咱的，你汇出去，那就是人家的了。老刘，什么叫主意都我拿？你这怎么见事就闪呢？你，那我再跟他见一面吧，我。不过我觉得这人啊还行，不是那乱七八糟的人，文化系统的人嘛，瞧着亲切。这话可不对啊，我看着他也不错，但是你不能因为他是文化系统的人就特别的相信他。你做生意不是做善事儿，你把人得看成坏人。你就是做善事儿，你也得看看这被赞助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。那不用，你既然是做善事儿，就不用考虑对方是好人坏人。你这是非观就有问题。我曾经做生意的时候看谁谁都面善，现在我看谁谁都像骗子。吃饭呢，李二啊，来开饭了。哎呦，小点声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听得见。夏雨啊，我跟不明说两句话啊，吃完饭再说。哎呀，你来吧，你先准备啊。你跟，我夏雨，你先，你先准备着。跟夏雨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哼，我们俩同事关系啊。哎呦，真要是同事关系，我这话还真难说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又？杰夫司令又闲话了，说咱们三个人挺开放啊。还说，哼！我一听那话呀，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也难免人家出点闲话，这夏雨不明不白，冷不丁都住进来，明摆着就是招闲话呀。老二，论道理，你比我明白呀。那您什么意思啊，哥？这事简单啊，我跟人夏雨说，让人搬走不完了。这真是你心里话？哥，你怎么了？现在上岁数了，人鼻子也有嘴，爱说什么说什么，身正不怕影子歪。你让他说去吧，你什么时候怕过人闲话了？你就我怕过谁呀、啊？我还怕人说闲话了？你磨磨唧唧干嘛呀、啊？你给想清楚这问题。夏雨的确是个好姑娘，文静、懂事、贤惠、勤快。现在住进咱们院里，咱不能再让你搬出去了。你明白吗？哎，如果要是搬出去，这闲话就跟着她一辈子，咱不能毁了人姑娘的名声啊！你笑什么呀？压根儿也没想让他走过呀，这才是你小子心里话了。行，跟夏雨说清楚去，啊，现在去啊。
就现在。现在不行，哥，我得准备好了。你什么准备？你现在就去。我跟人说什么呀？你跟人说什么？把你的意思说清楚。去。我得准备准备。你准备什么？没准备你。